走了，早上吃什么呀？那你哥去。那咋了？咱俩一伙儿的，你忘了？来，正义。赶紧啊，磨磨蹭蹭的到医院给爹送饭去，爹口急。送什么呀？嫂子没给送。哎呀，那我去医院吧。你这样，正义，去买点豆浆油条。又吃这个？我天天在外头就吃这个，回来你还不让我吃点好的？来来，你坐。那我还是买。哥，别绷着累啊！滚！啊，滚！这什么菜啊？那么淡，没滋没味的。哥，嗯，爹说淡，没滋没味儿。爹说，啊，爹，你不是有病吗？娘，啊不，那个不，爹，我说你不是生病了吗？得吃点清淡的。这菜是雨晴做的？我做的。啊？你做的？你个大男人在家做上饭了，你可真有出息。就是，爹，你这是大男人，怎么就不能在家做饭了？是吧，哥？哎，你看正义他知道。哎，你哥是不是跟你嫂子吵架了？我不知道，没有。哎，雨晴是不是不伺候你了？怎么？你说你个大男人啊，连媳妇儿都摆弄不住，你还在外边搞什么事业？就你们那节目啊，一天到晚我听着都脸红。爹，那个他也不是给您那个年龄段听的节目，您不要听啊。那我要不听，我怎么知道你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？啊，你得跟你们领导说说，不能为了挣钱的节目里一天到晚什么尿频、尿急、尿分叉啊，还什么意外怀孕，这让人脸红。他不能为了挣钱，整天就说这个，我都听不下去。对，爹，那个你不懂，你知道吧？就说明我哥那节目火了之后，他那广告他才多，是吧，哥？对，哎。火什么火？那火大了能烧了腚。看什么呢？我还买回来点东西，要不要吃？白瓜子，啊？干嘛？没见过。这挺有意思啊，嗯，那个，哼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雨晴，有。雨晴，昏头里了，你不会是又想干那个吧？还真不是，就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就知道你，黄鼠狼给猫半年，没存好心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抽空去跟我去看看我爹？不能，那是你爹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
吃好了，好好吃啊！来喝点粥吧。按规定的最高经济服务费2%计算。对，大宝喝粥啊，那也真好。来，好好把这小包子吃啊！好，来吃块点心。吃这干嘛呀？齁噎！喝粥，大哥。我，你喝你的啊。哥不喝，哥不喝。停了。吃点菜，吃个包子吧。嗯，哥不吃，挺好，我吃点就行。嗯，行了，想吃就吃吧，别老那么寒酸。昨天你破天荒的做顿饭，今儿这顿饭咱俩算扯平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答应了是吧？当然了，别蹬鼻子上去。一码说一码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周五，这家里的卫生你打扫。哎，昨天我打扫的呀。我又没让你打扫啊，活该呀、啊。哎，你这个哥，我帮你。果果，连好好都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是不是好好？嗯。对对对。对，那个。哎，我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哥没事，哥没事。来，好好看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说，你看，你什么时候去啊？白天有没有时间？啊？啊？行了，好，快走了，走了，去幼儿园了啊！哎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你快把鞋穿上啊！怎么把鞋脱了？快快快，穿上鞋走了。嫂子，我也要送好好去幼儿园。我同意。你同意也不行，好好，妈妈送完你以后还得去上班呢。哎，啊，快走。不是，哥在家陪着你。走吧。哎，哎。吃上了，你看我这给您买了。你说你们俩也不合计合计，我一人能吃这么多吗？买了您就吃吧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给爸送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的？我说了。没说吧？说了。你看，我雨晴还买这么多东西，这也不是外人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爸，您就吃呗，补补身体。打点水去啊！啊，不用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呀，我给你打点吧。那个，我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去。你客气，你陪我，我去吧。你看。谢谢你，阿姨。谢什么谢？我是来看好好他爷爷的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
那就算你儿子谢谢你，不不，算我儿子谢谢你。来，你给我吧，来，你去陪好他爷。行了，别拉拉扯扯的，摆正关系啊。那个，你买这些东西，回头你算算多少钱，算我的，我给你。行，算你的，东西的钱，装你老婆的钱，还有我的封口费，都得给啊。哎。嫂子当妈了，韭菜怎么吃啊？包饺子。嗯，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离了赵家不能活了是吧？啊，行了，妈，我不想说这事儿。不说这事儿，说什么事儿？婚都离了，老赖在家不走，早点搬出来吧，不让人笑。谁笑话呀？是，我们是离了婚了，是住在一块儿，但是我们都分得一清二楚。就像那小葱拌豆腐，我俩一清二白。哟，这种事儿能一清二白呀、啊？别说别人看不起。吃个大苹果，去吧。我也要吃苹果。你快，我外面拿走去玩去，去玩去。哎，瞅瞅，这一清二白的了吗？哎呀，别说别人了，就我这亲妈呀，我看着都眼花。谁知道你们怎么回事？没离婚似的。怎么没离呀、啊？离婚证您都看见了，那还没离呀、啊？证儿假不了，但你过得糊涂啊，不知道自己啥身份。行了，我照顾正管也是应该的。你说要不是我，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哟，那这话我可不爱听啊！500万还正管丢的呢。哎呀，别说这事儿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说这说什么呀？哎，哦，对了。待会儿去医院啊，把降压药给你拿回来。上医院去拿药，多贵呀、啊！不是我开的，张大已经开好了。张大给我开药，为什么？我还帮着他看着他爸呢，他应该的。你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糊涂呢？就是我，在他爸面前还装媳妇呢。周雨晴啊，啊，你。你这是怎么想的？你这是，我说你这么糊涂呢你？你这怎么过的日子啊？这是，我怎么糊涂了？你就往那块搅和吧你，搅和搅和吃亏的就是你，不是那赵正大呀。一个女人要活清楚了，活清楚了，你就是想复婚也没关系，那不能糟践自己呀、啊。上赶不是买卖，谁上赶着他呀？他上赶着我。拉倒吧，当妈的不傻不捏。赵正大就是欺负人。欺负谁了他？他没欺负人吗？他跟你这么不明不白的，就是欺负人。离婚的事啊，装神弄鬼的还是他吧？你要不信你就看着，郑大今后他要找一女的合适了，他一准他一脚就把你踢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真糊涂，你还是傻呀？哎，你不要坏话了，你玩这个。嗯，真是坏坏了，坏蛋，捣乱！啊，干什么呀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怎么这样呢？怎么这样呢？嫂子，嫂子，好好别闹，好好跟姑姑玩啊！嫂子。好好，你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你？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往妈妈地上画呀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干什么呢？谁让你画的？你这瞎画什么呢？干什么又嚷什么呀？真是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两本啊？这也行了，妈，你看这干嘛呀？真是的。男人长大以后要用，跟你要怎么办？你不给人家？
他用什么呀？他用。哎，快快快，穿上衣服，咱走了，快点啊！你不是说要去公园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妈妈带你去公园啊。嗯爸爸也跟我们去公园吗？爸爸不去，爸爸在家看家啊。哥，哥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去公园啊？你看，哥这不忙着呢吗？来，你把这个钱拿着，然后中午吃点好的啊。我不要。给你嫂子啊。哎，果果，快点儿！赶紧走，快快快，赶紧去，一会儿又要急眼了，快！注意安全啊！走喽。您怎么来了？哟，我闺女家，我怎么不能来呀、啊？不，那个雨晴带着孩子和果，她去公园了。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不找她，我找你。哎呀，振发，你这一声妈啊，叫5年多了吧？今后呢，还有没有机会叫？我真不知道了。我给您倒水。哎，甭忙活。妈，哎，您喝水。坐坐。哎。张达，想当初你想娶雨晴的时候，没少往那小破屋跑吧？那好话说了一箩筐，这话不假吧？那你们现在离婚？谁跟我吱一声？我这人呢，我想得开，分开都分开了，这不吱声了能怎么着呢？是吧？可是啊，婚都离了，还让雨晴去服侍你爸爸，假装你妻子，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？妈，您知道我爹身体一直不好，我爹又特喜欢雨晴。我是怕我爹生气，哦，怕你爹生气，你不怕我生气啊？啊，离都离了，早晚都得知道。你以为是什么呀？是儿戏呀、啊？演戏呢？过家家呢？亏你还是主持人呢，连这都不懂吗？妈，您别生气，我知道委屈雨晴了，可我这不也没办法吗？你怕你爹生气，让我雨晴受委屈。将心比心嘛，是吗？就我也是做老的的，我理解，我理解你，你理解你爹，那你什么时候你理解我这做妈的呀？啊，我们家雨晴，自打嫁给你们赵家，她容易吗？带好好伺候你们家正果，这里里外外这都得收拾，都得弄。我告诉你，在家的时候我没那么使唤过她，那是我的心尖子。500万呀、啊！这数听着都吓人，这么大的钱啪的一下没了，打哪儿去了？嗯，我们雨晴跟你闹过吗？跟你急过吗？就冲这一点，我跟你说，
你现在这么对他就不对。你让他在你爸面前冒充你媳妇儿，伺候他，那你爹有一天他病好了，是不是？他得回去吧？你们家正果呢？你们家正果这病什么时候好？我问你，有日子吗？那照你这意思，你想干嘛呀？啊，你想让我们家雨晴在你们赵家就当这么一个不花钱的保姆？郑大，雨晴傻，我不傻。妈今儿来就是要跟你要个说法。妈，别叫我妈。您说的这些，我都认。跟你说吧，我今儿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有那想法，想跟我家雨晴复婚呢？啊，你要是不说话，那是不是就是默认了？妈，这件事儿，咱我还没。没？你的意思是就没打算破镜重圆，是吗？你。你找谁？我找你们领导。找领导？嗯。预约了吗？预约还挂号啊，让我进。这里是电台，领导随便见，领导就不用干别的了。小伙子，你知道赵正大吗？这我，哎，大娘。请问您找正大老师有什么事吗？我没说找他呀，我找你们领导。那请问您是？我呀，我是赵正大的丈母娘，当然是过去的。啊，哦，大娘您好。哎，你好。有什么事儿我带你去吧。你先去忙吧。可是你这么年轻，管得了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小曼。喂，正大老师。前岳母来台里了，老太太气势汹汹的，非得吵着见领导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呀？我去一趟。啊，别，您千万别过来，我觉得您过来只会激化矛盾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帮您安抚安抚他，如果实在不行了，您再过来，您看可以吗？行，那谢谢你，小曼啊。那好，正大老师就这样，再见。说了这么半天，我听明白了。您的意思是，郑大老师和妻子离婚了，让组织上批评教育郑大。嗯，是这个意思。让郑大呀，那个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大娘，
我跟您说实话吧，这结婚离婚的事儿，组织上管不了。啊？哦，您这么大老远跑了一趟，我觉得您挺不容易的。嗯，肯定是郑大老师把您给惹急了。可不是嘛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陈世美。啊？原来郑大老师是一两面三刀的人呢、啊。平时他在单位挺老实的，在家怎么能这么横行霸道呢？大娘，您放心，虽然这结婚离婚的事儿组织上管不着，可是这赵正大不尊重钱岳母，把钱岳母气成这样，就是他人品有问题。再说了，都离婚了还跟前妻住一起，这就涉嫌生活作风的问题了。要不这样，您呢，先安心回家，我一定会把您说的情况跟组织上如实汇报的，让组织上严肃地处理这些问题，让他先下岗，然后把他开除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，我说姑娘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说话要负责任的。什么叫作风有问题？是生活上他有问题呀？你算不说我们郑大，那我们郑大还怎么工作呀？他怎么让孩子叫他爸爸呢？嗯？啊？可是组织上批评教育他，总得有一理由吧？您说的这些理由啊，都是组织上要的证据。您都说他是陈世美了，还能说明他的问题不严重啊？哎，我说姑娘，你们这文化人儿，喝点墨水怎么把心都染黑了啊？行，我不用你们处理，你自当我没来过。哎，大娘，您可别走啊，我们可得对您负责任。我还敢让你负责任呢？我就是想让你呢教育教育郑大，让他回心转意，好好过日子。你瞅瞅你，哎呀，这个上纲上线，你下手太黑了。大娘，您看您这么大老远跑来，挺不容易的，我们总得给您一说法吧。我可不敢要说法，再要说法，啥都没了。哎，对了，姑娘，我跟你说啊，别逮谁呀、啊，管这叫大娘，叫阿姨。哦，阿姨，哎，阿姨您别走啊。Yes。哎，小妹。喂，郑大老师，您放心吧，我帮您搞定了。我把您丈母娘忽悠走了，我真不好意思。我知道了你们家的意思。那倒没关系，谢谢你，小妹啊，替我堵了枪眼儿。不客气，行，晚上见，郑大老师再见。那行，晚上见啊。喂，哎，小麦，什么事？谁是小麦啊？是我，你前妻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人啊有的是。说你这点出息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别找赵正大，别找赵正大，怎么样啊？非找赵正大吧？啊，你有这种下场吗？不听话。行了，宝宝，本来没什么事，这要你一掺和呀，没事也有事儿。爹，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横着你们俩这离婚是因为我闹的，你们过得挺好，是我挑唆的，是吧？我没那意思。行了，我们不吃了，回去了。你不吃了，我都做了，你不吃了，你什么意思你？啊，我走，回家跟姥姥再见吧。哎，你们站走。